想清楚了，也不用再谈了。我的决定还是跟之前一样。心怡啊，我们的感情就这么脆弱，这么儿戏，说散就散了。对不起，永丽，我真的觉得我们不适合。勉强在一起的话，也不会开心的。那倒不如好聚好散，这样不是很好吗？就知道会有这一天。你和张子松在森林里面干了什么？只有你们最清楚。喂，你说话能不能尊重一点？你这样诋毁一个女人，算是什么男人？你罪孽值得说吗？你在说什么？我不是你，会演变成这样吗？啊！喂，永丽，你放下激动，放手。你没事吧？ 一起工作，一起上班，一起下班，一起吃饭。你还亲口跟我承认去了他家过夜，你们装什么朋友啊？你们这种关系，到底是想要骗谁？真的没事吧？